施恩恩一觉睡醒时，天已经黑了。他刚睁开眼，眼睛还雾蒙蒙的时候，唇瓣就被含住了。龙潭香混合着薄荷的男性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，含着他的唇，湿热的舌划过了他的嘴角，酥麻麻的。下一秒，他身体腾空而起，被抱了起来。臣，你睡了7个小时了。猪都没他能睡。7个小时，他总算是回过神来一点了，望向外面渐黑的天色，瞠目结舌，这才发现厉北爵已经抱着他往外走了。他挣扎了一下，想要自己下去走。厉北爵，你要带我去哪儿？话音刚落，他的腰肢被惩罚性的扣紧了几分。巨傲的男人下颌冷峻地瞥了他一眼，薄唇一碰，到了你就知道了。施恩恩被他一路抱出了房间，穿过走廊上了电梯。在狭小的电梯中，他实在是觉得这个姿势太那个什么了，情不自禁地扭了扭。你放我下来，我自己跟着你走。今天你别想。什么意思啊？厉北爵不悦地扫了他一眼，嫌弃的感觉快要从他灿若星辰的眼睛里面溢出来了。施恩恩，你什么时候连人话都听不懂了？今天你别想，就是今天你别想让我放开你。现在懂了吗？不懂，我还可以一个字一个字的翻译给你听。迟恩恩的耳垂被他的呼吸扑得发烫，往后面缩了缩，疑惑地问：今天是什么特殊的日子？他生日？好像刚过呀。他的生日早就过去了。吃宝贝的日子还要等上2个月。不是生日，那是纪念日。池恩恩蓦然想起了今天老爷子跟他说的，他和厉北爵严格意义上根本不算结婚的话，顿了顿。不是生日，也不是纪念日。厉北爵为什么今天表现得格外的奇怪？厉北爵瞪了他一眼。不是什么特殊日子，就不能抱你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就别说话。叮，电梯门打开了，偌大的顶楼摆满了玫瑰花，重重叠叠的，就像是把整个玫瑰花园都给搬了过来一样。在花团锦簇的最中央，一个长方形的西餐桌格外亮眼，上面漂亮的花瓶和餐具，欧式风情十足。在餐桌的旁边，竟然还有一个拉着小提琴的乐队。是恩恩惊讶的合不拢嘴，这确定不是哪一部偶像剧的拍摄现场？厉北爵仿佛丝毫不惊讶于这上面的一切，抱着他把他放在了椅子上，还绅士的帮他把椅子推了进去，这才坐到了他的对面，伸手打了一个响指。咔咔咔，顶楼的灯光蹭蹭蹭的亮了起来。无数如同星星小灯点缀的玫瑰花上，就像是玫瑰花会发光一样。与此同时，悠扬的音乐从小提琴手的指尖倾泻而出。端着红酒牛排的大厨从电梯口的方向走了过来，把香槟牛排一一地摆放在了他的面前。厉北爵，这些都是你准备的？池恩恩实在是找不到形容词了。突然间的，他准备这些干什么？惊喜吗？厉北爵下颌微抬，扫过顶楼上的一切。要不是时间太赶，他其实可以准备得更好，更完美。但一下午的时间还是太赶了，只够在外国国内调运过来玫瑰，不能够从异国玫瑰之乡空运过来最美的香槟玫瑰。惊喜？其实他惊讶比惊喜多一些。厉北爵把他脸上的细微表情尽收眼底，越发觉得那一些玫瑰不顺眼了。他紧绷了下颌，拿起了刀叉，把盘子里的牛排切割好后端给了池恩恩，再把池恩恩面前那一盘端到了自己的面前，优雅贵气。用餐。哦。池恩恩实在说不出这种气氛是很浪漫也很唯美，但他总觉得刚睡醒就被拉到这么浪漫的烛光晚餐中来，有一点悔不过神来。他睡了一整天，肚子也饿了，尽管觉得怪怪的，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，
很快解决掉自己面前的牛排，端起了柠檬水喝了一口，舒服地眯起了眼睛。我吃饱了。他话音刚落，对面的男人立刻优雅地放下刀叉，擦拭过嘴角之后，站起身走到他的面前。忽然单膝跪地，朝着他伸出了手。这位小姐，可以邀请你跳一支舞吗？他轮廓深邃高挺，本身就有一种混血的立体感。在这种鲜花、小提琴、烛光晚餐之中，他忽然来了这么一出，就像是王子殿下跪在了面前邀请灰姑娘跳舞一样。池恩恩鬼使神差地伸出了手，搭在了他的手掌心，素然被握紧了，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窘迫地说，你知道的，我不会跳舞。当初池建国要求他和池雅一起学习礼仪用的华尔兹，但是顾乔梅却以不想耽搁他学习为由，只送了池雅一个人去学。后来，那一些用得上这种上流社会交际舞蹈的宴会，他就没有资格参加，所以根本用不到，也就谈不上学了。上一次他在军区庆功宴上硬要拉着他跳舞，他还不小心撞到过他的伤口，害他的伤口撕裂开过。没关系，我会就可以了。陈恩，你只需要把自己交给我，全心全意地相信我就可以，反正也不会有别人看到，这里只有我们。相信他，把他的身心全心全意地交给他，他一定会保护好他。池恩恩咬了咬下唇，硬着头皮反握住他的手心，站了起来，还是不忘强调，我先说，我真的不会，万一要是踩到你了，你记得叫我停下来。聒噪。他阴眉一皱，强有力的手臂拉着他的手，开始带着他随着音乐踩着舞步动起来。池恩恩一开始紧张万分，因为顶楼上面可不像他说的一样只有他们两个人，还有那么多拉小提琴大提琴的呢，他要是出糗了才真的是糗大了。他本来就不会，越是紧张就越是容易出错，他自己都数不清楚踩了立北爵多少脚了，偏偏他就像是没有感觉到一样，压根就没有喊过停。后面他踩脚踩到了破罐子破摔了，反倒是好起来了，慢慢的能够跟上他的节奏，随着他的一次次松手拉回来，旋转舞动，心情也跟着放松下来。随着音乐的节奏，他的视线紧紧地被拉着他跳舞的男人牢牢地吸引住了。